质子治疗精准攻克癌症。台中日前，一名高龄76岁的患者，因为体重急剧下降、呼吸困难，就医检查确诊是罹患了罕见心脏恶性软组织肉瘤。透过中医大夫医师进行质子治疗后，一个半月的时间，肿瘤是缩小甚至消失，病况获得了控制。院方献上鲜花与抗癌患者分享康复喜悦。高龄76岁卜女士日前检查确诊罹患罕见心脏恶性软组织肉瘤，在经过中医大夫医质子治疗中心治疗后，病况获改善。不是那个时候体重一直降低，没有胃口，然后呼吸很喘，走路很喘，现在只是爬楼梯偶尔会喘这样。患者治疗后气喘状况改善了。而心脏癌盛行率仅有1/1，恶性率为1/4，因肿瘤位置特殊，手术风险高，透过传统化疗、放射线治疗副作用大。在经过30次质子治疗后，将质子能量精准集中在肿瘤上，一个半月的时间，肿瘤渐渐缩小甚至消失。而质子治疗呢，就像一个深水炸弹。那我们深水炸弹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放射线放下来的时候呢，在还没有引爆点的时候，它的伤害非常的少。我们可以控制说，哦，这个深水炸弹要在10公尺的地方呢，20公尺的地方呢，那这个地方就是肿瘤的地方，我们让它在这个地方来引爆，副作用的部分就会变得很少。比如说在脑部的话，那脑部治疗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在质子治疗以后会比传统的治疗好。那如果是在这个肝脏的话，我们现在台湾的国病肝癌很多，好，那在对肝癌正常的肝组织的保护会比较好。透过质子治疗精准攻克癌症，降低副作用，让癌症得以获得更好的控制。